没声音，又出现上次这种情况了。我音关了吗？哦，哎，又没有人物的声音，好烦。技能没声音的，中单男枪。哎呀，这个走位走的不错，好，撤回来，还行，我换了一波血，不亏也不赚啊，赶快吸血，想 Q 我，那你就亏了，他穷途末路在 CD， 我先抢二，不行，他有迅捷步伐，这样的话打下去我会亏的。我看能不能强二打他一波，好，赚了就跑，赶快，小兵打我太痛，但是他有吸血呀，他吸血比我强多了，他吸血比我强多了，这个时候打野很重要了，我先回吧，这波有炮车帮我挡一下，这游戏没声音太难受了，我杰斯技能听不到，对手的技能我也听不到，就会导致在团战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些英雄放了哪些技能，有些时候画面切不过去的话我们要靠听的，但这个就听不到了，会影响我们的进场时机，这一炮，哎呀，上次也出现了这个 bug， 我打开了没有用，这是个 bug， 我不知道我退下游戏再进会不会就好了。我可能得退一下。哎，兵怎么也看不到呢？这补刀怎么也不显示啊？奇怪，我想退一下了。这补刀它也不显示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刀都补到了，它不显示。好，这波可以抓，看看加文啊，他打野在上，可以呼叫一波，我把这个格雷弗斯敲到加文那边去，他来了啊，这个线很好，我空一下，现在这个你队友来帮你的时候一定要怂一点，往下敲，哎，这个时候你交闪已经不太好跑了啊，他这已经不太好跑了，看到没有，这波很细节啊，这波很细节，你先上去把他敲回来，他闪现就没用了，他闪我队友也能跟得上，他在帮他卡兵，我退一下，看看啊，看会不会好一点，会不会就好了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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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有了，退下就好了，啊，是 bug， 是 bug，不是设置问题，哎，我队友要抓，好，他挡上了，你不知道我队友来了吧，
哎，金币还是不显示，金币还是不显示。这个男枪压得太过了，打得太猛了，太凶了。他留不住我，小火虫大菠萝走位，哎，很细节啊！你看我们这个反应就很快啊，有没有？虽然他是剩六级秒加点，那我们马上也反应过来了，对吧？我本来要往回走的，没有这波细节走位我就没了。我突然往上走，男枪这个大招啊，大菠萝啊。他在末端的这个范围是很广的，但是前面那一段是比较窄的啊，很容易走位躲掉的。不是这个男枪放的不好，不是他放的不快，他已经是最快时间了，他剩六秒加点一个大招的。先敲他一波，退回来，他要死了，这样的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我也没有交那个了，他没有闪现的，我知道的，没交点燃了，正在充电，这个男枪崩了呀。这个补刀不显示，好烦。好，可以再呼叫一波，队友正好在旁边。这男枪并不防 gank 啊，他并不防 gank。他一看能打得过，他就会上。他只考虑到他自己单挑能不能打得过，并不会考虑到他的队友啊，我的队友。这个艾克来了啊，艾克不来的话我死不了，我就可以走位了。艾克打了我一波伤害，这个眼卖行吧，这盘很难测，看不到金币。现在单挑的话，他跟我还是有的打的啊！直接敲他，直接锤形态起手打他。这是进步的力量。好，敲，点点点，歪了。这个男枪非常的麻瓜，他绕一圈过来排我的眼，我技能放歪了，但是他好像不太在乎他的阵亡数啊，他明明打不过我，他还是打，他太捞了，不跟他玩了。我放了一手歪门炮，瓜皮，这个是瓜皮。
来把他打断。赶快结束这场比赛。我就点你，我就点你，我还就不让你过来，跳个舞，他好像回家了，他不来。不显示金币，我点，我再点，我再点，我再点。好，我把它放出来，这时候我队友来了，我把它放出来。我来勾引他，正在充电。Shut down。他有个滑步，往后退啊。蹲了半天我们死了，你胆子恐怕是有点大，还敢补刀，配合的不太好。要走喽，这盘说实话并不是很有很好玩了，我的发育很差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，我要认真了。说实话，我开启大概钻石模式就能超神，差不多的啊，不需要开启王者模式。我现在开启钻石模式，认真了，认真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。为什么前面打得这么闹？就是因为优势太大，打得有点放松。我认真了，超神给你们看一下。真的啊，我装备非常的差。感谢为什么还在嘴硬送上的飞机，谢谢嘴硬。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。主要啊，优势太大，我就打得比较放松，比较随意。但是我发现这盘好像我在太随了，容易出问题。他的队友在啊，他队友在，他的艾克在。他们要打龙了，我在勾引他，但是他好像并没有上当。
我们全是优势，上下路全是优势。我们需要团了，塔都推了，但是呢现在没有龙，可以等一手大龙，我们可以直接打了。有视野，艾克来了，我们可伤王者来了啊！先把他敲开，保一波，没保住，这波不太行。人太多啊！这波人太多。赶快溜，这波没办法，我们装备太差了，我现在没什么输出，等我这波补一下。没事，我死不了，我死不了。2600，像我这种装备就比较吃技术了啊，装备比较差。我现在摸不到头，我还差八个超神。放眼未来，我呢别怕，好像不太行。哟，这个辅助的伤害这么高啊，这波我没上是有道理的啊，因为他是辅助，他在禁锢的时间内我觉得他是打不出太高的伤害的，但是我看了一下他装备非常好啊，那么我刚才补上去的话就秒了，不太清楚他的装备。从理论上来讲，这个辅助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制造出来这么高的伤害的，知道吧啊，所以并不是我的判断出了问题。哦，他们都死了。但是我没有混到头，他要大招回去了，我混了一个助攻，一刀砍死。感谢还就那个嘴不怂送上的飞机，谢谢嘴不怂。打了他一手酱油，但输出还是打帅了啊，输出还是打出来了，我们可以小龙团了。这边应该是不争这条路，让了啊，让了，这个就让了啊。
这位置都不错，但是应该要死。我们的 AD 不在，我不去啊，等这个 AD 来，我跟着 AD 后面混，混一混人头。魔装够了，大龙可以直接打了，优势很大。所以波兵他应该要回。哎兄弟，你不管我队友吗？那你不再送吗？那你不死了吗？你不只能眼睁睁的看着，对吧？看着我打你，我就在旁边收个头，对吧？你这个多捞啊，你这个多捞啊，我明显勾引他的，但他不害怕啊。放眼未来，感谢 ESC 界面最下面金币按钮。我好像是看到了，这个有了吗？这有了吗？我看一下。你完全充能。哦，果然可以。这就舒服了，这就舒服了，这就不一样了，这战斗力立马不一样了啊！我觉得我还有机会超神，这金币按钮显示出来我就很舒服打的。现在生龙活虎，我在勾引他，马上要上当，他比较无脑勾引。哎，上当，你看距离把控多么完美，但是队友不在，可惜了啊，队友要在附近就可以打了，我轰死你。来来来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好，来嘉文在后面没事的啊，我他们没有事，不要急，非常好，直接秒杀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战斗力立马不一样，我跟你讲，一炮轰哟！他选择了走位，他不走位那个人头就输了。来了，点点点加龙炮。立马就不一样了，一波好像不太行，我这个可以吃苦啊，现在。哇，你红 buff 都要用大招来跟我抢，你是法师，我是 AD 长手，为什么你要抢我的红 buff？ 看来他真的觉得我是一个菜鸟啊，他才会这么做。他打内心里认为我是一只菜鸡，不然他不会一个法师抢我的红的。你看到没有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说我是菜鸟主播？知道了吧？就连路人玩家他都会觉得我是菜鸡，但其实我很强的，只是他不知道，这个光辉不知道，我在让对手，我是为了能够五五开我才让对手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在任何段位都可以五五开？那你会说为什么我五五开？因为我不能让这个局面一边倒，你懂吧？
这一边倒了，大家看着直播就没意思了，所以敌强我就弱啊，不，敌强我就强，敌弱就有个位，你只能看着我打你，你听我说，哟，腿打断了，我歪了歪了，敌强我就强，敌弱我就弱，知道吧？你只有这样才能五五开啊。不然你看一会儿我就把对面给打投降了或者推掉了，你就会觉得没意思，我有太多的这个英雄的东西没有展示了。所以正是因为经常这样，大家会觉得我是菜鸟，哎，这是不好的啊，这是不对的啊。你们用这种眼光来评判我是不对的，知道吧？我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看观赏性，或者能够学到一些技术，我劣势局怎么打，知道吧？我老是优势，老是优势，你学不到技术，因为你觉得这个装备给你，你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就不好看。就包括我现在在这么说，你可能都觉得我在扯淡，我在找理由，我在找借口，或者说什么你还在嘴硬，对吧？哎，你肯定会这么想，但不重要，这不重要。我并不是一个很强的选手，但是你打个什么白银黄金的，你这个二十分钟就把别人打头了呀。但是你不能每一把都这样，对吧？哎，你每一把都这样都不太好。而且有些时候，对吧，这个英雄啊或者想要展示的东西啊都不一样。你可能又觉得我在吹牛逼了，那行吧，接下来我连续三把，好吧，三把超神屠杀，一直不死，疯狂屠杀，杀他十几二十个不管，就从头杀到尾，三把，你信了？你信不信了？对吧？我完成三把你就信了，我就没跟你开玩笑了。我不管对手强不强，我都用一种非常就是拿出我的真实实力，你感受一下，好吧？啊，不吹牛逼，就来三把啊！三把之后，你就不要再说我菜了，行吧？真的不开玩笑，我不开玩笑，不认真的。我选大多数英雄都可以，你只要不要让我选那些什么没有 carry 能力的，那肯定不行啊！因为我打这个段位，任何 carry 能力的英雄我都可以做的，懂吧？一炮带走，不吹牛逼啊！从下把开始，连续三把，不抬杠，抬杠没意思，用实际行动给你感受一下。我宝刀未老，对面可以投入，我这把的评分非常的低，我这把的评分非常的低，打了这么久的直播了，经常会有这种局。